虽然小姐相信我是郭秀君啊，我若是一天无甲伊换倒转来，我都爱承担伊的罪行。你可不处理张志祥，你想做无甲动啊？想做名城顶这个人，甲你实作一模一样啊！其实一开始恁拄到的何小安，不是我，是张子祥。张子祥，啊，他今仔张子祥好叫走啊！啊，郭秀君嘛教我警方顶有警方咧保护伊，那这个事要怎处理才好啊？到底想？我是阿关，你不是？卖瓜啊！王文雪，王文雪，看到平安神，都甲我讲出只有我甲郭秀君才知影的故事。这事都摆在眼前啊！你卖阁硬拗啊，好不好？无怪迄个彭文雪会偷偷通风报信，甲我讲生活你会想要逃脱，因为迄个彭文雪才是真真正正的郭秀君，伊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呢。你不是阿妈？我看好清楚，我是阿关。周队长，麻烦你把我的太太带进警察局，下面有机会，阁准我你串通。这就是你的招牌。弯弯大福，真正上好吃。三立电台天之娇女，剧情愈来愈精彩。虽然牛小姐相信我是郭秀君啊，我若是一天无甲伊换倒转来，我都要承担伊的罪行。你可不处理张志祥，你想做无甲动啊？想做名城顶这个人，甲你实作一模一样啊！其实一开始恁拄到的何小安，不是我，是张子祥。张子祥，啊，他今仔张子祥好叫走啊！啊！郭秀君嘛教警方顶有警方咧保护伊，那这个事要怎处理才好啊？到底想？我是阿关，你不是？卖瓜啊！洪文雪，外面就是你一定哥，你该赶紧清醒过来，报警好起来，啊！你嘛这么枉费我，为鬼门关把你救回来，可惜。金博士，金博士，高仁美，我真正不是彭文雪，多谢彭文雪，看到平安神，都搞到公车。只有我甲郭秀君才知影的故事，这事都摆在眼前啊！你卖阁硬拗啊，好不好？无怪迄个彭文雪会偷偷通风报信，甲我讲生活你会想要逃脱，因为迄个彭文雪才是真真正正的郭秀君，伊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呢。你不是阿妈？我看好清楚，我是阿关。周队长，麻烦你把我的太太带进警察局，下面有机会。阁自我哩串通，应家准时收看精彩大报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